大家好，夏当，今天很开心能为大家带来一集新的美国骑车日志。没有错，这是我们在美国第一次要出去骑车。那大家看到我现在新戴的安全帽呢，是不是非常帅？它是我们 Bell 所寄来的安全帽。那它在台湾呢有一家实体店叫 V Rider， 他们那家店非常的酷。只不过那时候我拿到帽子的时候，因为是疫情期间呢，我没有办法去店面拍片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帽子带到美国来，然后刚好配上我们今天新买的杜卡迪小黑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跟汤老师去骑车，我们先热一下车，来咯。干式离合器听起来就是不一样。Oh yeah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直接热一下车，然后就上路吧。好了，那我们要跟老师见面的地方呢，要先经过一个高速公路，入口就在这边，我们走吧。今天终于出来骑车了，亚当，欢迎回来西雅图。哇靠， yeah, 超级超级想你的。哎，你记得我们上一次最后一次出去骑车什么时候吗？两年前了吧？有到两年前吗？我们最后一次在那个派克市场，而且我们还做了特辑。对对对，干，原来自己的兄弟就是不一样，一讲我们两个就对嘴，对不对 ？Yeah man。好啦，再次真的是很开心你回来哦，真的听到你要回来，然后。你看，我也一直在找时间说看可不可以快点骑车。你回来第几天了？第三天了吧？第三天？第三就是第四天。其实我们前两天就想要出来骑车，对，只是阴错阳差，我自己的 schedule 上有一些问题哈。现在终于调回来了。好，不过这是你的 channel， 所以还是让你讲话。我讲太多话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今天我们以前我都是你有时候可以骑干式，有时候可以骑湿式。对。我只有湿的小红可以骑，对。可是这次我们买一台小黑回来，真的超开心，真的恭喜你。哎，如果还没有看过这个特辑的话，记得去你的影片那边有个连结，哦，上面有一个连结，就是之前我帮亚当跨海交易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这台车在美国买的。对。还有人问我小黑是怎么从台湾运过来的。No no no， 没有，就是在美国老师帮我去买的。而且帮你处理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价钱。对，而且状况我觉得还不错。超棒。而且还改过很多东西。你觉得骑起来怎么样？超赞，比我那有吓到我，比我原本想象的那个动力还要多。很大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的那个 lower end torque 就是？会有点爆冲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所以你要小心骑。OK， 对啊，今天我们就是骑的两台干式离合器的杜卡迪，没错，就像我刚我们亚当说的哈，之前哦都只有我可以骑湿式或干式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为所欲为，对，要骑湿的就骑湿的，要骑干的就骑干的，要帅就一起帅，要入坑就要一起入，所以我今天是真的超级超级开心，终于把车。安全的交给你了，虽然这台车还是我的名字。哎，没错，没关系，是你的，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是你的 G Class 呢？好了，拿去开，拿去开。你开一点而已、啊。物质上的东西没问题，随时拿去都可以。Okay. 自己兄弟都做到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一样，没问题。好了，亚当，那我们今天就让我带你来，就是回温一下我们西雅图的风情，好不好？然后带你去一些。
我们平常以前会常骑车去 hang out 的地方。好，因为我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，我们以前也常常就是说，晚上对不对？哦、没事就直接说，亚当要不要骑车？对对对，就算是个半个小时的骑程，我们也很爽。对，我真的很怀念那种感觉，所以现在真的很开心亚当回来哈。哦耶！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，走 ，Let's go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去骑车了，顺便去吃个饭。刚才他说老师的车超帅的。好，那其实我当初会选这一顶标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造型啊，我非常的喜欢，很杀气，因为它有个 X， 很像一个刀疤的样子。然后它原厂的时候会附给你一个透明的镜片，那我是觉得你要搭电镀的会非常的好看，你再穿一个黑色的皮衣啊，呜，超级帅。更何况你现在如果可以穿一个就是防摔衣的话，你基本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就是一个武士，一个 soldier 一样。然后我现在这一趟回来一个月啊，原本想说把我再改的跟老师那台就是一样，结果我记得我们这个改车的那个时间啊要很长，我至少要改个，哇，我小红改了一年多，我这样一个月改不完，所以我想说这一个月先骑这台车，先骑它原汁原味的味道，不是，反正就先骑它啦，不然我一个月回来车子都丢在那边改都没骑，我也觉得蛮可惜的，所以我们可能就先照这样子下去，先不改它，等我下次回来的时候再改。我有点忘记在哪里了。我们等一下直走右转，好，就到了。好，开不开心？回来了，开心开心。等一下吃饱，我们去一些地方走一走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如果你很好奇我们这种第三人称视角是怎么拍的话呢，它是我们 INSA360-1R这台机子录出来的，那它的购买资讯呢，我会放在下方链接，欢迎大家去看一下。然后你想买这顶安全帽呢，它会在那个 V Rider 他们的官网，我也会把他们的链接放在底下的资讯栏。你有兴趣的话，我真的觉得这顶戴起来蛮舒服的，而且真的很好看，建议大家去入手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吃完饭了。不是吃饭而已，这一间是我们以前常来吃的地方，真的，因为过去那个杜卡里西雅图就在附近，没错、啊、所以这一间餐厅呢有我们亚当最爱的什么白肉酸菜白肉锅白肉锅 whatever it is right、yeah. 酸白菜白肉锅，对对对，所以呢我们亚当既然喜欢吃这个，我们就一定要带他回来回温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回来真的很开心可以跟老师再骑到车，而且还是骑一样的车，对，两台干离合的，帅死了。后面应该不会再有了吧？不是，我们不是还说要一起买什么车？先不要讲啊，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。你们到时候，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买的车应该蛮酷的。Yeah， 因为我现在好像没有看过任何做 YouTube 的有买这个车子。好像有一两个车都在台湾，在台湾好像没有，美国没有啊。Yeah， 而且如果又是兄弟车的话，哦，然后我们又那么会改。什么车啊？同学们记得在那个我们亚当的影片下面的留言栏留言一下哦。Yeah man， 我们期待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，这一集就算是一个轻松骑车的日志。那我们这次亚当特别是看你老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